骨仔即马是一支脚踏伫棺材内底啊！参照你这种人，无跳出来做大诶，实在是无天理。陈忠祥，你甲万条案合作，绝对无好。你上路上那个东西改变做，已经走未去啦。即马是做了上正确诶选择。我即马就送出去，还是死路一条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